好，我是李子。今天好多粉丝说我的发型不好看，然后准备去整一下，上台走吧。聚散，缘分来找我。缘分，它又是什么？时间引力的结果，从天上忽然降落，一直都让人迷惑。心动是最美一刻，迷恋是跳进漩涡，从打破个魔到心甘。往下走是与死亡搏，开的心犯的错，记录着谁来过，流了泪毁了过，才算没白活。情窦初开的时候不懂，知不知道爱到翻天覆地，为了眼前快乐，细水长流那份柔和，年少轻狂的人不晓得，是不是付出感情应该学会吝啬，轰轰烈烈只会最后悲欢离合，每一个恋恋不舍能得到只有苦涩。真的，自己回家吧。走。